好，这边，请注意这边。好，空间够不够？好，可以。哇，这个技术很高超啊！小朋友，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啊，你们都来了，这是我们前台里面最大的一个卡车，来，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台湾戏曲龙狮团。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全台湾最小的卡车也来了，是最大的卡车也来了，也到现场了，好兴奋啊！所以大家等团，各位，在之前每年的端午节，桃园市政府都会办一个龙舟赛，我们在水上龙舟赛，也就是在龙潭的观光大池来举办哦。然后呢，在水上举办的时候，还有叫做什么？水上高庄狮王争霸赛，所以呢，戏曲群也是在我们龙潭大池水上高庄狮王争霸赛的一个我们的常胜军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跳这个庄呢，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训练以及两位配合的默契啊。所以待会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各位不要忘了你的掌声，掌声给我们的参与的表演者，对他们是最大的一个鼓励啊。是的，由台湾新一群龙狮团所带来的狮王，请各位给予热情掌声，掌声，热烈掌声。哇哦！小，好高哦，好高哦，厉害不厉害？是的，我们的狮王在那边抖哈，因为你们没有掌声啊，耶！对呀，你看你们又没有掌声，再来掌声热烈一下。一起合掌，不用
他正在等你们，怎么没有掌声呢？没有，因为我们可能心惊胆跳，然后已经忘了要拍手了。是的，我们的好运会更久哦。我们掌声最热烈，好兆头会更大哈，对不对？对。来，我们给予狮王热情掌声。在此，龙云峰主任委员林吉娜率领全体委员也来恭祝台湾新育群龙狮团，我们技艺超群。
台湾新一局龙狮团，好，我们的大卡车要移动了哈，请注各位注意一下。好，爸爸妈妈，我们的小朋友刚才哦，要记得哦，他们要回去哦，好，请大家往后退哈，所以我们的车子要移动了。